的九孔池，可以让大家来玩水。今天的九孔池，让大家来玩水，与海中的鱼儿戏。边聊天，一下子就到了我们的灯塔，那我们左手边呢，你可以来看到我们天文上方呢，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一直推着的洋流也会一直帮我们。稍微抓好一下。